梁珊珊为什么住院？她的主刀医生是谁？病人因为二尖瓣狭窄，需要住院做换瓣手术。我是他的主刀医生。那手术是否顺利？有没有并发症？手术顺利，术后恢复良好。原定28号出院。那么上个月27号晚上7点18分发生了什么？病人突发呼吸心脏骤停，抢救无效，死亡。气管插管，给肾上腺素。准备除颤。充电，150焦耳，150焦耳。充电200焦耳。200焦耳。尸检结果，杨珊珊是死于脑栓塞。脑栓塞是患瓣术后的并发症之一，往往是因为抗凝不到位造成的。廖小郭医生，你有给杨珊珊展开术后合理的抗凝治疗吗？当然了，患瓣术后抗凝是心外科的基本常识。我给病人开了正常剂量的化法令抗凝，并对抗凝效果进行了监测。化法令是每天按时按量给药吗？特别是27号这每天都正常给药。那为什么27号的医嘱是在病人死亡后，对方律师要求封存病历之前才补上去的呢？因为27号那天，哎，廖主任，18床杨珊珊的医嘱还没开呢。哎呀，忙忘了。再晚赶不上药房送药了，又得我们护士去拿，我们这人也不够。不是怎么手术呢？催我呢都。哎，向北。你帮我开一下18床的医嘱。不行，廖主任，那个神外叫会诊，我得赶紧过去。不好意思啊。那个口头医嘱行不行？不行，医务处刚说了杜绝口头医嘱。廖主任，你这是要顶风作案。谁都指望不上，真是。罗老师，你帮我从那个换药室柜子里拿一瓶化法林。罗老师。有些病人吧，他提前出院了，来不及取消医嘱，这个药就送到科室里了。这护士们吧，就把那个药存到了这换药室的柜子里，用来备用。我们有时候来不及开医嘱，就直接去柜子里找，然后找到药就直接给病人吃了。反正也不是什么值钱的药，一片两片的，也没人追究。虽然有些违规，但是为了节省时间，大家都这么干。不信你可以去问。所以你没有开遗嘱，私自从柜子里拿了化法林给杨珊珊。对。后来律师说要封存病历，我才想起来我没开遗嘱，所以就自下补了一份。但是让你没想到的是，对方律师会去查药房记录，因为你没有开医嘱，所以自然就没有相应的送药记录。因为没有相应的送药记录，所以杨珊珊的父母认为你伪造医嘱，认定这是一场医疗事故，才委托律师对你提起诉讼。在我看来，这事儿就是廖小波搞砸了。杨珊珊脑梗加上补开遗嘱，这事儿不是忘记开抗凝药是什么呀？其实那天廖主任让我帮他开遗嘱来着，我就是赶着去会诊。你说当时要是我帮他开了遗嘱，那杨珊珊可能就……哎，别，我跟你说，这种事儿不能往自己身上揽，人命关天的事儿。叔，你怎么看？我就问你们一个事儿啊。你们谁没干过还没开医嘱呢，就从医药柜拿医药给患者服用这样的事儿，都干过是吧？除了图方便，很可能是患者情况太紧急，我们根本没工夫在那儿先慢条斯理的把医嘱开出来，
所以说呀，乌鸦不要嫌猪黑，这事儿有可能发生在我们任何一个人身上。只不过现在廖小波倒霉，让他赶上了。你们看主任干嘛呢？是在为廖主任担心。我真觉得咱们主任真是人美心善啊。廖小波平时那么招人讨厌，他现在还在替他着想。没想到这个女魔头，仙女，还挺有人情味儿。主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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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也别太担心了。还是有点担心，不知道中午食堂吃什么呀？你们都要吃什么？嗯，叶主任啊，清外唐主任那一组有台不停跳大桥接台，本来是张主任去做麻醉的，可是他家里有事儿，问你能不能去顶一下。哎，我跟他已经说过了，你这刚下夜班啊，没事没事，那我顶他吧，我去看看病人。那个，哎，主任，你还是睡一会儿吧，我去。啊，没事没事，我自己亲自去。嘿，主任啊，你这还在自己桌子上写自己的姓啊？啊，我是想看看这叶字儿倒着写的是个什么字儿。我看病人去了啊。啊。说说吧。哥，你是没看见重兵组那帮人的嘴脸。之前薛老生病了，他们个个都很紧张。现在我出事了，他们个个幸灾乐祸。这个小波啊，咱们现在得赶紧想办法把你这事给解决了。我可见过不少同行被医疗纠纷拖垮，这件事可不能发生在你身上。哥，现在只有你关心我的死活了。咱俩人合作这么多年，好哥们什么时候用？就现在这时候用。你把心搁在肚子里，我一定会管到底的。你说这事怎么办？脑梗是患瘫术后的并发症之一。如果没有发法令事后补遗嘱，那家属都没有理由起诉。我会去找刘峰交涉，啊，让医院赔偿，花钱四两。这一旦家属撤了诉，一个月之后谁还记得这件事？哎，不过你自己得承担一小部分赔偿金。不是哥，这不是钱的事儿啊，这我不甘心啊。我明明给了药，如果赔偿了，不就等于认罪了吗？不知道的还以为我真的忘了开抗凝药了呢。哎，我知道你现在很难咽下这口气。不过呢，关键时刻，该舍的还得舍，先保住自己再说。明白吗？花钱四两总比闹上法庭强。不过这件事情要是闹大了，顶你一辈子了。你说的也有道理。我现在就去找刘峰，回你就等于回医院嘛，你们是一体的嘛。行，哥，我相信你，我都听你的。我去护士站调一下五床的病例，你们俩继续啊。好。哎，雨明。哎，师兄，来术前访视啊？对，就是你们组接台那个不停跳大桥。哦，哎，对了对了，晚上有个职业选手来前晚打比赛，到时候一定过来看。我没时间，你注意点啊，别伤着手。我肯定注意。你都说了没时间嘛，那个不停跳大桥那个事儿，你跟我们主任直接说吧。啊，主任，我们去八床看看啊。哎，老师，他打得特别。不去碍眼干嘛？一定要来啊！叶主任，韩主任，嗯，怎么样？术前访视做过了？啊，做过了，病人情况挺好的。
我有事儿要跟你说。哦。其实我早就想告诉你了，但是那天你电话打不通，最近咱们又总碰不上。世界医疗周刊的记者黎英，她不是我女朋友。我们两家是世交，从小就认识。她也考了医学院，只是在大一的时候她就换了专业，换到新闻传播去了。后来我们俩就没什么联系了，直到去年在我们家又碰上了，这才有了交集。所以她真不是我女朋友。你找我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件事儿？我怕你误会了。叶主任，这是你的私事，没有必要跟我解释。哟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别说看到我了。大夫，唐医生、张医生在吗？啊，他不在。你是他的病人吗？啊，我是他的熟人。没关系，我去办公室看看。你躲这人谁啊？我还有什么事，我先走了。不行，万一他真的忘开药，就这么让他过了，岂不是便宜他？我们得对患者负责。我敢向你保证，小博只是没开医嘱，阿法林肯定给了患者了。你就这么肯定？他什么人我最清楚，他不会跟我说谎的。刘峰，其实现在问题很简单，就是医院要不要保小博。廖小波手术是做得不错，而且在安和工作了十几年，可是……哎呀，别可是了。如果医院同意赔偿，我负责找人去跟患者家属沟通。这就是个手术并发症，正好小波图方便，没开医嘱撞枪口上了。官司打到最后肯定是两败俱伤。其实这笔钱就是给家属的一笔抚恤金，毕竟人家失去了孩子，值得同情，咱们也能保住小波。就这么定了？你说定就定啊？就这么定了。做事啊，要稳妥一点。把家属安抚好。嗯，放心吧。哎哥，哎，刘东风怎么说？在我这儿给你发信息呢。啊，基本上跟我想的一样。刘峰不是个薄情寡义的人。哎，把我这个代理主任撸下去这件事除外啊。啊，其他的事情还是蛮讲义气的。哎，你想。要不他当初升副院长的时候，能有那么多人支持他，对吧？啊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看着苏了吗？
看着呢，没想到事情闹这么大。哎，你们看这条微博说的啊，环节医疗器械的多款产品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，其中包括几款人工瓣膜。质检部门已经介入调查，他们的销售经理朱大同或存在问题。就是那个之前老来医院转悠，然后见谁都加微信的朱大同。还能是那个朱大同？哎呀，他跟宋宝德那个组挺熟的，而且我很多次见他跟廖小波在一块聊天。嗯，廖主任还确实用过他的人工瓣膜。哎哎，你们看这个啊，杨珊珊父母的律师放了一段视频，是廖主任和朱大同在一起吃饭的监控，而上面写着，安和医院廖姓男医生被曝收取贿赂，使用环剂不合格瓣膜，致女大学生死亡。这视频的意思是实锤吗？今天两台手术排的谁呀、啊？主任，主任，看新闻了吗？安和医院上热搜了，说廖小波收了黑钱。还点了安和和廖主任的名。你们看今天热搜了。哎呦，廖小波这回麻烦真是大了。哎，哥，你咋才来呢？哎呀，我得处理科室的事儿，再加上路上还堵车。哥，快走吧，他们一会儿马上跟上来了。家属同意了吗？同意什么呀？见面就发脾气，还骂了我一通。走不走？走走走，赶紧。网上那些要联合起来投诉环剂医疗的家属，他们用的律师和杨珊珊父母请的律师是同一家律所的。啊？人家一直在暗中搜集证据，要不怎么才过了一个晚上，你和朱大同吃饭的照片就给爆出来了，而且一连上那么多热搜，这背后也是这家律所在做推手，炒热度为的是，就是一举把环剂医疗搞得好。是他们想简单了，怪不得有那么多人堵我，有记者，有网。甚至还有拿着花圈喊杀人偿命的，我干什么了？我就杀人偿命啊！我现在有嘴都说不清楚了。我跟那个朱大同也是因为喜欢打网球才认识的。哥，你可一定得相信我，我可真的没受贿啊！你先别急，回家我送你去医院。你一会儿不是还有台手术吗？是，我去找找朱大同。大同。吓我一跳，宋主任，你怎么找着我的？我怎么找着你的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不是找着你了？小波的事儿都知道了吧？啊，就是那个手术没做好，那个失手害死人的事儿。什么手术没做好？那是术后并发症。我跟你说啊，小波跟你上次吃饭，那是和你打完网球，小波不好意思让你出场地费，所以才请你吃饭。那饭钱比场地费还贵呢！我告诉你啊，他清清白白的，你得替他澄清。是吗？我怎么听说他没那么清白呢？那视频，不会是你给泄露出去的吧？哎呀，宋主任，我跟您实话实说吧。本来啊，这网上所有的炮火，都是冲着环剂和我来的。哎，我们正愁没辙呢。哎，这个时候廖小波手里死了个病。我们不拿他挡枪，拿谁挡枪呢？是，视频是我放到网上去的，我的目的啊，就是为了转移网友们的视线。真相是什么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现在网友们急需一个恶人用来发泄呀、出气。你想，一个杀死女大学生的医生啊，跟我这个默默无闻的销售经理，哪个适合做这个恶人呢？那肯定是他呀。所以廖小波自认倒霉。无耻！你知不知道，这关乎廖小波未来还能不能上手术台？一句自认倒霉就带过去了。宋主任，我觉得你现在有功夫担心廖小波，不如担心您自个儿吧。我跟人是什么关系啊？整个医疗圈的人都知道，廖小波可是您的左膀右臂呀。现在人家出事了，你能脱得了干系？
啊，到时候您说，哎呀，我跟这事儿没有关系，谁信呢？我的宋主任，现在这个问题就是廖小姐，你现在应该先考虑的，你愿不愿意被他拖下水呀？敏敏，啊，主任，我上手术了，十二床帮我盯紧一点，血压忽上忽下不稳定。好的，我知道了，嗯，手术顺利啊。 唐主任，刘副院长让你下手术，去他办公室开会。知道了。刚下手术，找我什么事儿？就到你了。廖小波的事，我想找你们聊聊。你们二位，一个是他前任组长，一个是现任组长。唐主任还管着整个心脏中心。 廖小波的事在网上传得非常恶劣，而且有越传越离谱的迹象，这对医院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。院里已经开会讨论，有人提议开除廖小波。这么做的好处，一是妥善处理这件事，不然以后所有的负面新闻前面都要加上安和计生几个字；二是向外界表明，医院。 处理腐败的铁腕和决心，平息网上的怒火。你们觉得呢？我先表个态，作为廖小波主任前任的组长，对医院即将做出的决定。 我们意见：医德，医风医纪，是我们安和的立足之本，也是我毕生追求。为了图省市不开医嘱，导致患者出现手术并发症，这是死亡。作为医生，这是失职，既不专业也不道德。我跟廖主任合作多年，对于廖主任的这次的表现。 我非常非常的失望，所以如果医院将要做出这个决定，我赞成。唐主任，你也这么觉得吗？我不这么认为，事情还没有调查清楚，为了平息舆论就开除自己医院的医生，我觉得这挺可笑的。今天早上知道这个消息之后，我上网查了廖小波这一年做过的所有人工瓣膜手术的记录。 我没有发现他偏向哪个品牌，都是根据病人的需求而做的决定，而且这一次环境医疗发生事故的这些型号的产品，并不包含廖小波给杨珊珊做的这个型号，所以我认为归根结底，杨珊珊的死跟环境医疗这次暴雷没有任何关系。所以你觉得他是清白的？这我不好说。说半天你也没说出个解决的办法来，但是这件事情不能再发酵下去了。 让我跟廖小波单独谈谈，我再告诉你。氛围不对。哎，坐吧。 把别人的前途攥在自己手里，很有成就感，是吗？ 廖小波，我对你的前途一毛钱兴趣都没有。你从前那副嘴脸，我是懒得跟你计较。但是如果你今天再跟我废话，你就自生自灭。
如果想保住你的工作，认真回答我的问题，听到没有？等我经过。要不，主任都跟你说什么了？我们什么都没听见。主任说。要帮我处理官司的事儿，帮你。要不，你那么招人讨厌，主任凭什么帮你？我也不知道。刘峰，廖小波这个事情，我觉得。那你来查。我想跟你借一个人。这件事儿必须他出面才能帮我。不过一想到我要跟他合作，我头就有点大。谁啊？我呢，查了很多关于二十七号廖小波的资料，但是我发现除了廖小波忘了开医嘱之外，其他都非常的正常。我不知道这个问题到底是出在哪里了。刚才呢，我去见了杨珊珊的男朋友，我得到一个很重要的信息。杨珊珊在入院之前做过一次人工流产，人工流产之后她要服用一个月的避孕药，但是只用了几天她停药了。可是她男朋友后来给她送来的药。现在分析一下。二十七号，也就是说廖小波确实给他用了华法林。那在抗凝药用量正常的情况下，手术也非常的顺利。最合理的解释就是大量的服用了避孕药。喂，小李，你赶快去检验科查一下杨珊珊体内雌激素的含量。外源性雌激素。还有外源性雌激素，还有置换人工伴有没有问题？还有在手术的时候置换人工伴有没有问题？快去查。好，你觉得真的是跟避孕药有关吗？这是我目前能找到最有力的证据了。哎，这声音挺熟的。我们科室很多小护士都在用，他们还推给江美丽了。我没有用交友软件。小王大夫，检验科的，你怎么确定的？我怎么从来没见过？你看，这是他前两天发的。你看这个角，这屋檐啊，就是咱们外科大楼。我真的花了好长时间，我才套出他的话。
他不是来看病的病人，而是咱们医院的医生。真是验证那句话，恋爱中的女人都是福尔摩斯。嗯，朱二，你下次见了他，提醒他一下，头上抹了那么多油，让他远离明火。嗯，我不打算见他。你不见他？嗯。那他知道你是谁吗？我的资料里也没有照片。那你们这种谈恋爱的模式是什么模式？很理想的恋爱模式啊，你知道吗？有了喜欢的人，你就感觉每天起床，空气都变得新鲜了。然后医院门口那包子变得更好吃了，哈哈，不好吗？我收回刚才夸你是福尔摩斯那句话，恋爱中的女人智商都是零。小龙，啊，八号床的引流管我让小百列给拔了啊，他今天状态不错，回头给他调调药吧。行，一会儿我给他开个医嘱。哎，李小波，怎么还不吃饭去？我没胃口。嗯。没胃口哪行啊，人是铁饭是钢，一顿不吃饿的慌。要不然有食堂也下班了，要不我请你一顿吧。啊，你瞧他还无动于衷的。老秦请客千载难逢，错过就再也遇不到了。就是给你一个薅我羊毛的机会，珍惜啊，珍惜啊。怎么了？再加个一品豆腐煲。廖小波，你还想吃什么？点，别点太多了，吃不完。跟我出来吃饭，你还客气什么呀？就宰这一顿啊，不宰白不宰。就这样吧。够了啊。行，行，那先这样，上菜吧。哎。哎呦。哎，我说你跟我出来，别这么愁眉苦脸的，行不行？世界末日了啊，至于吗？不就是官司缠身？前途不保，背后又有人捅一刀，这事儿是挺至于的。哎呀，是，要是他怕打官司，担心前途，这我都能理解。但是他之前跟我说的好好的，我是一步一步按照他说的做的，他怎么说变卦就变卦了吗？他就是个利己主义者，这你还不明白吗？哎，他要是拼了命的保你，那就不是他宋宝德了。认识他这么多年了，你还这么不了解他呀？我知道，但老宋这个人本事不坏，他之前还一直帮我，可能是我太过于相信他了吧。嗯，我这人你也知道，这岁数了也没结婚没孩子。一直一个人过，也没啥朋友，所以就一直把他当亲哥一样。你呀，就是因为一根筋，就越走越孤僻。不是结婚多烦啊，我怕麻烦，我一个人不挺好的吗？我生活的很简单，只要让我做手术，什么我都无所谓。我原来在老宋那组。什么脏活苦活累活都是我干，最难的手术都是我做的。到头来落这么一下场，如果最后手术都没得做，我真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。行了，你也别太担心了，起码唐主任那儿不是也帮你查的呢吗？啊，你说唐家驹为什么要帮我呀？阿鱼这人也挺奇怪的，该聪明的时候吧，他挺傻；该傻的时候，他又挺聪明。但起码有一点啊，他比这宋宝德可是有担当，跟着这样的头儿，安心。人流手术后，医生会给病人开1到3个月的避孕药，让病人每天服用，为的是修复子宫内膜。杨珊珊刚做完人流不久，入院之前一直在吃避孕药，可是手术那几天停药了。前两天她男朋友来，给她带了药。杨珊珊医学知识匮乏，一次性补充了漏掉的那些药，所以她服用了大量的避孕药。你的意思是说她？血栓
是避孕药的副作用之一。但是平时正常吃呢是没有问题的，但是手术后是血液形成血栓的高风险期，这个时候如果你大量的服用避孕药，脑梗的高风险就会增加了。喂，你好。好的，知道了，谢谢。法医的结果出来了，在杨珊珊体内发现高于正常剂量的雌激素，而且法医检查了她的人工瓣，人工瓣没有问题。唐瑞，谢谢你。我马上对杨珊珊的父母打电话，由你跟他们把一切说清楚。廖小波，你不用内疚了。唐瑞，你为什么会相信我？我相信事实，事实证明你是一个称职的好医生。有钱人顺便吧。阿姨，你既然失恋那天晚上，进来说吧。谢谢。我想说，其实不是你想多了，是我的问题，问题出在我身上。可是我有不想说的理由。我能理解，可是不管是什么原因，我都不介意。可是我介意，我不能。那天在医院看到那个女人，她叫尤海丽，是我妈。她在妇科陪那个女孩看病，那个女孩叫徐江月，是跟我没有血缘关系的妹妹。我记得你之前不是问过我，为什么八岁的时候就想做心脏外科医生吗？八岁那年，我爸因为心脏病死在我面前。我妈是个警察，当时国道那出了事故，她要去现场勘察情况，所以当时只有我跟我爸两个人在家。那时候我真的是太小，什么都不懂，也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。我就一直守着他，守了一宿，直到第二天早上我妈才回来。可是我妈回来的时候，
我爸已经……那年你才八岁，一定很害怕。对，所以不管遇到任何事情，我的梦想就是希望能做一个心脏外科医生。后来没过多久，我妈就改嫁了。我妈嫁的那个男人叫徐国强，他太太因为一场车祸去世了。徐江月就是那个时候他带过来的女儿。喂。喂。啊，王杨所长，不好意思啊，这么晚了打扰你。我要匿名举报，有人罔顾检查结果写虚假病历。啊，对对，我知道这属于违规。那你想举报的人是？常佳瑜。瓣膜置换术，人体的心脏和大血管内都存在有瓣膜。瓣膜的作用是确保血流的单向性。当瓣膜发生了不能用内科保守治疗的病变，手术又无法修复时，就需要做瓣膜置换，也就是换瓣手术。人工瓣膜有两种，一种是机械瓣，一种是生物瓣。具体换哪种瓣，需要医生根据病人的具体情况